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孙瑞。然后呢，今天呢，我要完成一个我的 flag， 就是一天不说东北话。因为刚才我指着你俩，我说你怎么能欺负小姑娘呢？结果一看你俩，一个比一个比一个壮，还有在欺负人，你看，全是躺，全是这。人家被绑架的啥？咱也一位。真的，我刚才指着他，我说怎么欺负我？看你们仨，一个比一个壮。全都记录下来了，你看这把全部都是人手，都记录下来了，快哭快哭，全程记录，渣男，全程记录。我们现在凌晨三点，我这三天总共